好啦，起步嘅時候咧，咁啊出得好齊啊，比較快少少，黃色帽嘅咁啊太極啦，裏邊我當推其兩步咧出嚟先，你見到係呢玫瑰勇士啊，三四五位嗰啲馬咧，中間位置咧見到咧係飛龍寶啦，第四位咧亦都見到有一隻咧粉藍帽嘅聯安神童啊，慢咗少少，黑色帽嘅瓶中搖木，距離放頭馬都係五個馬位度啦，轉緊呢個500米啊，最後直路啦。前邊三隻裏邊就難數出嚟，咁啊玫瑰勇士中間咧就係嗰匹太極。開邊係飛龍寶，裏邊內欄攝咧，見到係聯安神童。進展麻麻地走勢咧，就係咁啊，瓶中搖木，暫時係鏡頭見唔到嘅。揼到嚟最後200米範圍啦，咁啊分分鐘仲係佔先玫瑰勇士啊。拖一慢，見到太極開邊，我當出來亦都係反應一般嘅，飛龍寶。第四位咧，見到係聯安神童咁樣嘅，準備過終點贏呢組試習咧，就係玫瑰勇士啊。跑第二名就係太極，第三名飛龍寶，跑第四名就係聯安神童。